伴侣，跟着老大一起去，我们出发探险，会找到很多秘密。一哈一哈哈，安妮不在大山间，你说超级神秘。我不是伴侣，跟着老大一起去，我们出发探险，会找到很多秘密。一哈一哈哈。爸比，那个凯罗人到底是谁啊？他真的超黑暗的。你问对人了，我可是星际大战迷啊。况且身为一个科幻小说家，如果不知道这当中的爱恨情仇，那就太不专业了。我觉得他真的超酷的。哎，真是太纠结了。凯罗的真实身份居然是莉亚公主跟另外一位反抗军英雄韩索罗的儿子。哎，爸比，你刚刚说是什么关系？是生出来的。对呀。阿尼古，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快开始练习。成为一个武士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哦。端端，你讲话越来越像我们地球人呢。加油，阿尼古。五、六、七、八，八秒。奇怪，是掉到哪里去了？爸比，你还是听不到端端说话吗？阿白，你怎么跟你弟弟一样，天气太热，脑子不清楚哦？爸比，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家端端他真的会说话，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大人真的很奇怪，就是不相信小孩子说的话，什么听不见，他听不到我说话的声音啦，只有你跟阿尼古听得到，他只会听到我在汪汪叫。来去，你看，端端就是只狗，喜欢玩球，只会汪汪叫。阿尼古啊，你一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超有历史感的。爸比，你看这个，为什么阿尼古到现在都不会换气呀？我也不晓得啊。哎呦，阿尼古，我要你先放轻松，释放你的压力。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无法施展你的实力呢？王，一二，阿尼古，只要你能够憋气三十秒，我就买超人勇士最新一代招陀螺给你。来，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爸，说啊！爸比，我真的不行了。阿尼古，看着我，我们现在正在刷新你的个人记录，刚刚已经八秒钟了耶！八秒，爸比，我真的不行了。你给我下去！一、二、三、四，加油！五、六，啊，六秒，阿尼古。怎么才六秒啊？你连努力都不努力？我努力啊，我就是不行啊！我不要什么战斗陀螺、全新一代超人勇士，我不要练的啦！我不准你放弃，自己不认真，才一下就放弃，来，起来，起来！我没有不认真啊，明明已经练了半小时了，我不要练了啦！妈妈，妈妈，我不要练了啦！妈妈，妈妈，妈妈。阿尼古，你怎么了？他到现在都还不会换气，你很烦哎，都不爱护自己的弟弟。快点去练习啦！你没听过不进则退吗？你就只会撒娇。阿尼古，告诉妈咪，你刚刚练了几秒啊？二十秒。我刚刚用鱼缸，终于憋气了二十秒。二十秒，哇，太厉害了！不厉害，爸爸说要三十秒才送我战斗陀螺全新一代超人勇士。
你一直躺在妈咪身上，也不会让你多增加一秒。嗯，要不要快点去练习？哎，韩尼古，来吧，这个时候还是要靠我端端来替你集训一下咯。韩尼古，我们来练习，我都帮你准备好了。嗯，加油加油，七八九十。嗯，奇怪，一个零件怎么会从客厅掉到房间去啊？哎，老婆，我觉得我们家有时间的黑洞。我有时候啊，手上拿着手机，咦，就变成了酱油，一定有黑洞。这不奇怪啊，你就常常无意识在做事情，加上你书房乱得跟什么似的，拿错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啦。妈咪，我跟爸爸的感觉一样哎。如果是只有他就算了，连我也有感觉。我该不会是得了早发性的少年失智症吧？哎，对，遗传呢。哎，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怪怪的。刚刚我不是抱着阿宁古吗？奇怪，阿宁古人呢？不行，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去看看阿宁古跟端端在哪里。哎呀。老婆，我会不会太严格了？当然啦、什么三十秒，你也是长大了才会游泳啊！小声一点啦，我只是不想让他随随便便就放弃嘛。我跟你说啊，像他这样子，长大之后会被那些小小的挫折、小小的恶行给消灭掉，难成大器啊！老婆，你觉得阿宁古会想这么多吗？放轻松一点啦。爸比，我三十秒了。我是证人，端端也是。太好了，太好了，宁果，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太凶了，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坚强。爸比，你又在写小说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去买啊？战斗陀螺全新一代超人勇士，你不是说三十秒就可以买了吗？要不是我的积蓄，阿尼古能憋气三十秒吗？人类对孩子的表现好像太紧张喽。小孩可是有无穷的潜力，大人放轻松一点啦。有我端端，一切都搞定哦。那我的礼物是什么呢？哇哦！咦，芭比，谢谢你。好吧，好吧。我干嘛拿一根骨头啊？妈咪，端端饿了啦。好吧，今天就给你吃大餐喽。来，走吧，我们去上音乐课了，哇哦！走吧，我们去上音乐课了，哇哦！快来订阅小儿子频道吧！哎瑞，学游泳了，我来开中学。不要！游泳课考自由式，吸气闭气跳下水。游得像鳗鱼翻跳跳还呛水，再吸口气跳下水，怎么就是学不会？糟糕，怎么就是学不会？再试一次，不怕水，加油，不怕水，就一定学得会。鼓起勇气，扑通跳下水，像鳗鱼游呛水。游泳课在考蛙式，吸气闭气跳下水，游得像老母鸡挣扎还溺水，再吸口气跳
跳下水，怎么就是学不会？糟糕，怎么就是学不会？游泳课还考仰视，吸气仰头淌着水，吓得像小猴子耍赖不下水，就是耍赖不下水，怎么就是学不会？糟糕，怎么就是学不会？再试一次不怕水，加油，不怕水就一定学得会，鼓起勇气扑通跳下水，像鳗鱼游江水。学习总会吃点水，双手用力划开水，踢出双脚像快乐海豹打水，吸气闭气再下水，怎么这次就学会？原来可以快乐的玩水，原来可以快乐的玩水。快来订阅小儿子频道吧！鼓起勇气，扑通跳下水，像鳗鱼游江水。学习总会吃点水，双手用力划开水，踢出双脚像快乐海豹打水，吸气闭气再下水，怎么这次就学会？原来可以快乐的玩水。